着千重水，隔着万重山，总有你的影子在眼底回旋。隔着千重水，隔着万重山，请把你的名字在心中呼唤。山高路远，隔不断万里情牵，山高路远，止不住升官发财，想要当大军阀的上门女婿吗？哼！我告诉你，国民革命军已经光复了安徽、湖北，马上就要过江来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迟早会在全中国城头飘扬的。有意思。这么说，你是革命分子了？钱老板，这个新郎官也是您的熟客人，他是新上任的侦缉队长了。也是啊，大秦人王天好啊。真的？王天好，我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，目前你只有两条路好走，一条做我的女婿，另外的一条我叫你脑袋开花。你可以做军阀的狗腿子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我真的是看穿你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样的一个人。君君，我有我的苦衷，以后你会明白。你要上哪去？霍旅长要把他的女儿嫁给我，如果我不答应，他就会杀我。我可不能等着挨枪子儿。娟娟，他找谁呀？王天豪。听说王天豪被枪毙了。什么？被枪毙了？是谁？谁有那么大的狗胆敢枪毙他？我也只是听说嘛。是谁嘛？老爷还会有谁呀、啊？这几天又要开始完粮纳税，你准备准备。走了。哦，这几天已经枪毙好几个了。你们家里要缴多少粮、多少税，我会通知你。不过我想，也不是个小数目了。啊，钱，我派他到洪家堡去谈判。我打算呢，把那支地方武力啊给吃下来。哎，报告市长，这个事儿您应该派我去。我跟洪二虎从小一块长大，咱们是把兄弟。杀！杀！我来抓开小差的侦缉队队长。王天豪，你没想到吧？洪二虎是我的。
大夫怎么说？大夫已经给你开了两副安胎药了，他说他要你静养个把个月，孩子就能保住了。真的好害怕，不容易怀孕了，我一直求菩萨保佑，能让我为你们胡家生个男孩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赛凤在楼下叫我，说老奶奶找我有事。我一下楼，在楼梯口踢到一样东西，人就栽下去了。这要是有什么意外，万一个孩子保……怎么搞的？师傅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怎么会？又被动了胎气。我看这分明啊，是有人在耍阴谋，故意把酒瓶摆在楼梯上。娟娟，你没有？爹，难道你怀疑我？没有就好。我承认，我跟林毅之间是有隔阂，可是林毅怀的是爹的骨肉啊。只有一个可能。进财夫妇，哎，家门不幸。大夫看过？哦，李伯伯看过了，已经给莲姨开了两副安胎药，他要莲姨静养个把月，孩子就能保住了。是的，那你就安心的躺着吧。这两天有没有看到王天豪？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子人失踪了呀。我对他到北洋军当侦察队长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有什么看法？你应该了解他。会是被那个军阀的女儿迷住了吧？是不会，这可很难说。要不然他为什么突然失踪了，连句话也没有？你希望他流产是不是？哎呀，娟娟。希望她流产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呢。娟娟，你不是一向对那个莲姨看她不顺眼吗？这下倒好了，免得她十月怀胎，万一生下一个小弟弟来，那这份产业不全是她的吗？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总归是要嫁人的嘛。那你是说这个瓶子也很可能是我哥的喽？啊，我没这么说，不过，哎，绝对不是我放的就是了。好，我们找奶奶评理去。哎哎，君君，何必呢？我相信这个瓶子啊，绝对不是你放的。我这个人呢，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，我绝对是明着来，也不会耍小阴谋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垫高一点，你以为连一小产等我出嫁了，这份产业就是你们的？这算盘未免太如意了吧。告诉你，从明天起我要查账，这个家由我来管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进财在外面狂赌，输了不少钱，也欠了不少债，我倒是要查查账，看看你们在搞什么鬼啊。哎，不会吧。哎，你上哪去了进财啊？我陪黄大叔一块喝酒啊，这我还不是想托他跟范土蛋讲点人情，看我们可不可以少交点粮税。
真的吗？听说你在外面狂赌，输了不少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子债啊。哎，这又是谁上我的烂账？哦，一定是大海。所以我要把账目拿出来看一看，可不可以？哎，你凭什么要查账？我代替我爹，不行吗？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吧。你真的输了？哎，奇怪了，这赌钱还有包赢的。你去死啊！你到底输了多少钱？输400-500大头嘛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输这么多，该怎么办呢？慢慢想办法嘛，我赢了钱补上不就成了吗？你去死！刚吃了没有三天饱饭，大毛病！哎，你住手！住手！你再打我，我真跟你翻脸。你想想看，明天他要查账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只好躲嘛。我明天一大早就下乡收租，哎，有了本钱就可以翻本啊。翻了本就补上了，这再补上不就结了吗？你呀，越陷越深呢。哎，这胡家的产业早晚是我胡进财的。大伯没男孩，二房就我这么一宝贝儿子，这产业不留给我，他留给谁啊？哼，别打如意算盘了。哎，怎么？没有流产呐、啊？流产？流你个头！真有点担心啊。你担心什么？王天豪是我哥哥的朋友，要是我哥哥回来，他一定会怪罪我的。哎呀，二虎，是你在用鞭子抽他，我才帮你的忙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啊。侯侯爷，大爷回来了。在下范土旦，是霍师长麾下的副官。二虎，你干的好事，你把王天豪怎么了？王天豪他是妹妹的仇人，我只不过对他略施惩罚，抽了他两鞭子而已。你混球！受伤了，你不用扶我，我还受得了。我到南方去跑了一趟，刚回来。要再有这么三天，我就要向阎王报道了。舍弟是个火爆脾气，几乎铸成了大错。待会儿，我一定让他当众向你道歉。这二虎跟土旦是什么关系啊？以前没听二虎提过。
南方有指示，等你身体复原之后我们再详谈。你准备如何来应付这个局面？别急，还不到暴露身份的时候啊，咱们要人去人生。你准备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？这个事儿很简单，咱们把它当成是一场误会，但求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。别怕，看我的。哎呀，这个王兄啊，刚才实在是一时冲动，这个小弟实在是身不由己，我中了邪才会对这个老兄施以暴力，这个抱歉。哎呀，我自个儿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是身不由己，口不择言，这个这样吧，我当面向这个王兄给你赔罪，这总可以了。说的比唱还好听。二虎，还不向王大哥赔罪？王大哥，小弟向你赔罪。二虎，你大可不必如此。你打我是为了替令妹报仇，我愿意挨你这两下子。可是范屠旦打我毫无道理，我要他的三刀六眼。范屠旦，你有这个种吗？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啊，刀给我。小兄弟，我又不是什么龙头老大的，我何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歉意？是吧？万一不小心一刀捅在血管里头，那我不嗝屁了吗？这个，还你。哎呀，这个王队长啊，咱们是同事嘛，是不是？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不要再生气了。我想起一首这个什么古诗来了，这首诗叫这什么煮什么土土煮豆，这个煮的，哎，这就是这个什么豆杆煮这个豆，然后这个就是豆在锅里的噼里啪啦的哭，这个这什么什么同根生，不要自相残杀，这个。哎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是何必？只要天皇能够点头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要把你关起来。大哥，范土旦他已经认错了，你就原谅他。挺好，你的意思呢？
范图旦跟我之间的过节，非要面对面解决不可。可是，不在今天。家宝，那不是土匪窝吗？他去干什么？听说是做生意。天豪跟我说呢，有包东西存在你们这儿，我正想去找他，他托我带给他的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这回事儿。哦，会不会存在莲姨那儿呢？你找他？啊，是啊，天豪跟我说那东西是放在他那儿的。胡小姐，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儿。这个封神榜上写的预言呢，现在都实现的。他有点不舒服，正躺在床上。我想去看看他。好吧。一包东西，莲姨，有人找你。哦，不，你有病，你请躺着嘛。我只是在休息。你找我有事？天豪托我向你要一样东西。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他说存在你这儿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他没有交代什么东西给我保管，你一定弄错了吧？这就奇怪了，他明明是说存在你那儿的嘛。绝不可能，天豪有交代，绝不会告诉他的，一定是他在使诈。哼，这个女人还相当的厉害，毫不动声色，看她如此镇定，一定不简单呢。啊，我不打搅你了，你多保重，我走了。谢谢。编入你们的部队，这名义上是这样。名义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啊！你们成立一个大队，你们兄弟二人呢？你是大队长，你就是副大队长啊！哦，你要给我们官做？那当然了啊！你们再招一些人来，哎，我升你们成为一个团呢。姓范的，你忘了你自个儿是谁了吧？我老实告诉你，霍师长奉了大帅的命，要把洪家堡给吃掉，让我来看看怎么个情形啊，是不是能够和平解决？要是我不答应的话呢？很简单。派一团人把洪家堡就给吃了，胃口不小。不过，兄弟另有打算，想请洪大哥加入人民解放军，前途大有可为呀。什么？土丹？原来你是共产党，不错。我是埋伏在北洋军做工作的地委同志，
下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给我压下去！在。哎，佟大龙，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，佟大龙。啊！退缩了。什么人不干我们的事，这霍师长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派兵来把我们洪家堡的人杀得鸡犬不留的。二虎，杀一个少一个，放他回去后患无穷。哼，你放他，我不会放他。你眼睛里还有我吗？大陆兄，站开。大陆兄，我叫你站开，家有家法，帮有帮规，你就原谅他一次。如果我做错了事，你们也可以这样处置我。展开，范老兄，范土旦是来找我，你要杀就先杀我好了。范土旦是要接管我的洪家堡，增加他自己的势力。大哥，我没能明白您的意思，我愿意请罪。大龙兄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我去把范土旦追回来。你追不上他。你放心，天涯海角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师长面前大哭大闹，师长限我三天之内找到你，否则提头来见呐。这，你的头现在已经提在我的手里，只要我轻轻的一抠，天上的秃鹰就可以大大的享受一番。啊！现在。你对天说你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。哎呀，天哪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我敢对任何人说假话，我也不敢对你呀。哎呀，王天豪，我是虎洪大龙跟洪二虎的。洪家两位兄弟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哎呀，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？我看你的行为十足是个共产党的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，我要报告你们师长。说你以共产党的身份暗地里想要并吞洪家堡啊。这玩笑开不得，这师长饶不了我的。哼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这么做。以后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。没有以后，不过我一定会送你一块墓碑的，范土旦。你不能要我的命啊。为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抓到我的小辫子了，你知道我是共产党啊，只要你在师长那儿一报告，我就没命了啊！他弄不清楚什么叫共产党。这啊？那你刚才不是说，师长要是知道我以共产党的身份接管洪家堡，他饶不了我吗？啊？你
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以后我一定会听你的，我说到做到。求求你手下留情。好。可是你要答应我三件事。你说吧。第一，你不要再欺压老百姓。我做得到。第二，把潜伏在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名单交给我。没有名册。我都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好。第三，把你知道在这个地区暗中活动的革命军的姓名身份通通告诉我。我拿鞋。王天豪，你到底哪边的？那是我的事，走。先保留姓名再说啊！要成功，只有不择手段。你让我把贩子倒过来写都可以。太子赞胡作非为，太无法无天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请你转告你爹，把这情形告诉他。他是奉我爹的命令办事。你爹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活不下去呢？你说话小心点。我要是害怕，我也不会来了。我爹的脾气是有点霸道，不过我倒是可以劝我爹管着范土旦，不让他胡作非为。那就先谢谢你。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跟王天豪来往。这对你有帮助吗？我要他从心里完全把你抹掉。好，如果对本地老百姓有帮助，就算十个王天豪我也不在乎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如果范土旦再在胡作非为的话，我有办法让我爹把他枪毙。娟娟，范土旦，你倒真有办法，倒是把我的未婚夫给找回来了。未婚夫？是啊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叫你天豪，难不成你想逃婚呢？你逃得过我霍玉娇的手掌心吗？连英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差点死掉。他现在怎么样？肠肚子疼，恐怕会小产。啊？你心疼啊？你失踪这几天闹得天翻地覆，我还听说你被枪毙了。范土旦，这一定是你造的谣。啊？哎，这你人一回来，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哎，君君，君君，天豪，玉娇，咱们俩最合适了啊。我才是师长女婿的第一人选。臭你！师长，报告师长啊，王天豪回来。哦，人呢？哦，去。找到了老相好去了。这个小王八蛋他真行啊，比我老霍还行，真不愧是男子汉。哦，教你们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报告师长，本来是可以办成的，被王天豪给破坏了。师长，
我怀疑他是派来卧底的。周丹呐，做人要厚道一点，你这人要不得。鲍老师，不是我说什么，您看，自从他当了侦缉队长之后，他替您办过了什么事儿？他一天到晚就替老百姓在说情呢，什么要整顿这风纪了，哎，结果弄到最后呢，人人都说他好，哎，专找咱们的麻烦，对吧？人老百姓骂你是个大军阀，这土蛋。哎呦，做人呐，要有风度，哎，不要背地谈论，知道吧？是的，要不然您可以这样，您派我跟他分开来征收，啊，派他去胡家，派我到林家，我们看我们征收的成绩怎么样，这可以证明的。好，哎，这个点子很好。我该告诉他吗？吃的来，你趁热吃了吧。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你这样做，我会过意不去的。我是你的妻子，这是应该的。还是听我一句话，以后不要为我操这份心。他变了许多，变得我都不认识。他就是我深爱的李世祥吗？我的丈夫，我肚里孩子的父亲。如果我告诉世祥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他会高兴吗？佳美，什么事？你在想什么？我没什么，你快吃吧。世祥，明天我想去看看娟姐，你不陪我去？我明天要到店里去帮忙，最近啊病人多得很，我看你还是自己去好。自由呀！
党员处，你个畜生，抬我！哎哎，救命啊！哎呦，哎呦！畜生是个祸害！爹，不要再打了嘛！留着他有什么用？爹，你打他有什么用呢？反而把自己的身体都气坏了。你再打我，我就……你干什么呀你？爹，您不能再生气了。怎么个畜生，还不如养条狗。爹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吗？我去查查，所有的现金都光了，全让这畜生给弄掉了。哎，老爷子，不好了，老爷子，白将军又来征收来了。叫你们进来，你们就别进来。老二的，钱和粮都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现在不管了，现在你找胡大小姐，我是废料，你胡大小姐当家，反正我也不想干了。胡老婆。我不好，我好不了了。你今天来是助纣为虐的吧？胡老婆，请您原谅。不要叫我胡老婆，我没有你这个不知情的侄子。你爹怎么死的？是被谁害死的？你拳头吧。爹，您不要太激动。快扶我爹进房里去。哦。你爹地下有知，你不会瞑目。他的儿子居然认贼作父。你为什么要变得那么冷酷？人各有志，为了升官，为了发财。如果我不缴呢？你还是勉为其难吧。如果不缴的话，你爹就要去坐牢，等收清了以后，才能把他放出来。何必让他去受这个罪呢？佳美，世祥知道了吗？我没告诉他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应该知道啊。你有什么心事？娘，佳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佳美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佳美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？你要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别人不能说，难道你自己的亲娘都不能说吗？心里的苦说出来。娘，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这孩子，要是愿意一个人闷在心里头，
做娘的也无能为力了。王天新婚还幸福吗？嘿，小人得势，什么东西就是。林中，我怕什么我？我要是要你的命，你怕不怕？我，土丹，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你不要见怪啊。要不是你站在这儿，我早就一枪就让他见阎王老哥。嘿，难道？你以为你就没有见阎王老子的那一天呢？你好了，你在找死啊？对，我们已经被你们这批人逼得，反正已经也活不下去了。林中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你继续歇着。枪毙这种人，浪费我子弹。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？有啊，有公事也有私事，不过咱们先不谈公事。小美，你有声音了。结了婚的女人哪有不怀孕的？可惜，可惜这孩子不是我范土丹。佳美，我想你丈夫他一定不关心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想当这孩子的父亲，就要你们母子两个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马上告诉别人，这孩子是我范土丹的，不是你是谁。你以为会有人相信？你看，你看会不会有人相信？这个东西是黑的，你说它是白的，说上一百遍，人家就相信了。你要是真的不答应，我就抓了你的全家，我还杀掉李世祥。你抓吧，我们早就活够了。李老头，你知不知道常听人说佳美这孩子可能是我范土丹的？你胡说！哼，还有没有天理？有啊，只要你让佳美跟着我，哎，看我怎么照顾你们。你休想！范夫人，
是人生父母养的。他呀，他不像是人生父母养的。范土蛋，你说。爹，爹，让他说。李老头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啊。来人，给我带走。干什么？求求你。